OK， 咱们来看比赛，观战方的话是一手大唐官府，对战方花果山。开局观战方这是带了一个心灵仙子，这个宝宝的话有点个性哈，这个宝宝好像本身的话他是不具备天赋技能的，所以的话在练妖的时候有点困难，这种宝宝当工宠应该来说也是非常奢侈哈，是一招杀人宝宝。对战方这只宝宝有感知，观战方也是想保这只宝宝，直接就是锥子给他控制上，人物马上去清他。哎呦，不得不说这只心灵仙子的话还挺有劲儿，是吧？一回合运气好，能够干掉对战方一个打击。观战方的话，作为一个大唐来说的话，应该还是非常不错。前排宝宝绿一手，心灵继续搂。对战方光清这只宝宝都清不了。观战方平 A， 我靠，这只宝宝怎么无限闪？这样的话有点过分哈，这只宝宝吸收了成吨的一个伤害，导致观战方其余的宝宝一直在稳定的发挥。对战方利用大金强行续命，勉强和观战方进行一个五五开。暴击2400，3600，一个大金。这把比赛其实对战方想赢的话很困难，对战方有一个优势，就是对战方的一个门派优势啊。观战方是一个大唐 ，PK 有点弱，但是观战方有一手物理因素，看一看对战方怎么处理。平 A， 这只我靠心灵仙子绝对妥妥的 MVP。在十回合之后，这只心灵仙子啊还是满血，观战方平 A 触发漫天号扫出去。对战方这只宝宝也挺能力，对战方拉起来，对战方没有想放弃，继续出，拉一只老鼠，这只老鼠的话应该是一只配速。哎呦，对战方太懵逼了哈，对战方真的是不太顺，打哪只宝宝都绿，须弥继续出手。对战方超速卡血，人物丢一手无魂，无魂没有让对战方舔出来，对战方平 A 出来，观战方继续搏，心灵上去砍一手高臂，拿掉对战方的一个人。这只宝宝的话我靠鏖战4回合，15回合归来仍是满血。